的挤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练习一下。他挤这个动作呢，就要练起他的呼吸，好，呼吸。你说他都会呼吸嘛？对不对？可是有人不大会呼吸。请问一下，用力是吐气还是吸气？吐气。哎，吸。用力的时候来，呼一声出来。呼。对，会不会？来，吐出来。呼。哎，他。不会吐，你看这样呼就好了。呼的时候练习吐气哈、哦，来用力的说怎么样？呼，哎，那几下来好不好？呼，来，那现在开始手要放前面喽。好，来挤的时候，呼一声的时候手放在前面啊、哦，我们有一个顺序，来呼一声，呼，来再来，呼，很棒，来再来第三个动作。请你坐这里一点，老师正确的动作给你看哦。呼的时候，哎，应该请阿贝尔来，我们的最高龄了，来，鞠躬，鞠躬，很厉害的，非常厉害。他，我叫他师姐，身体非常硬邦邦的啊。一个个滚底啊，我每一个了，每一个人。几乎都要认识，啊，我们那边走，拖刀想盖厉害，要不要对起来？一个后边一个拖刀盖厉害了，高等级，插多刀盖厉害，你还没插多吗？没有，来请教他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哎，来一次给他做，来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动作很重要啊，要练习这个动作，来，赶紧来接你来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这边来，坐一下来，呼吸，来，呼吸，来，还有动作来，呼，来，开始起来，来，其他情况，来，再来，接着来，来，开始，呼，你看啊，那动作很标准哦，辛苦啊，非常硬啊，很标准哦，这个地方是训练他的 quadricep 哈，四头肌哈，四头肌很重要，你要减少肌少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做，来一遍，来一遍。呼，哇，很棒哦，放下来，来，再一声好，呼，哇，太棒了，好，注意看那膝盖有没有超过脚尖，如果这样就不对了哦，啊，这样会受伤哦，啊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身体往前倾，然后手伸直，对，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它不是一排一排的吗？最好啊，来，请教一下，它最好要有保护就好。不能这样哦，你只要前面看空空的，有人呼就出去了。阿金阿丽啊，帮阿金，点什么？啊，起来，一人出个另外一个，来，好，来，呼一声，来，预备，呼，来，手都放在上面，鞠躬来，放放金，好，去，好，来，做示范动作，来，预备，接着来，开始，呼，手放下去。哎，都放下去哈。他是他当然不用啊，他天天在训练，他不用。阿力，你哪没有人在用了？你一定要放在手椅背上，保护安全。嗯，对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哇，太棒了！阿力，你俩共赢不过，你俩好，好，谢谢谢谢哈。他英文讲很棒。Hello, everybody. Nice to meet you. 好，各位，刚才那个动作啊，叫他每次回家哈、啊，最少要做20次，他都会减少肌少症哦。哦，啊，你说为什么要做？因为啊，你不做的话哈、啊，厕所一坐下去，你就起不来。啊，所以最后一个动作啊叫起，顺便练起你的啊发现你的四头肌啊，练起呼吸，呼，每天这样20下就达到效果了，呼，哎要练，哎，好，总复习一下，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握，哎，你会了还可以继续用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夹，啊，太厉害。第三个动作是什么？停。哎，停，还会做交换的动作。
还会做更新的动作，那意识的动作，三个动作给你，意志更新教案，就是次第你的潜能业，我都教给你了，第四个动作是什么？抓，抓，让他每天抓，左手抓，右手抓，每天去抓动作，他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别小看这个抓动作。 那时间，它的动作会让它神经会动，所以这个球啊，会刺激它的神经啊，开始一个启动，很重要。再来是什么？握，这是什么？猜。好，拍完了又是什么？起。好不好啊？好。学到了吗？学到了。学到了哦。时间也差不多了。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啊，意念啊就怕到了，画不出来。我看意念可不可以？